预祝你明天这个成功再得一座金马奖喽。预祝啊？预祝？不是这拿？也不是我说了算，明天才公布。哦、对、哦，就算我想要给你也不行，这样直接讲，怕媒体会乱下标，就是、好吗？他们叫我来这，我还以为就是宣布呢。明天我们再稍等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秦斌大哥，加油加油，明天就顺利拿到金马奖。没关系，其实我儿子来我就高兴高兴。嗯，自己。你觉得自己想要得奖的机会比较多呢，还是想要儿子得奖的机会比较多？想是当然是希望他拿，真的把握当然是我自己把握比较大，自己比较大热门。没有，但是如果三天对我真的很好的话，希望两个都能拿奖。是，这种我觉得人生是太完美了。还有一念无名的三位都要一起拿奖，加油加油！好，谢谢。谢谢